红衣肥佬大闹弥敦道：打你咩啊？你拒绝啊？报警啊！报咗警啊！佢打烂我部车啊！打你咩啊？你拒绝啊？边个拒绝你啊？呢、这个42岁嘅醉酒佬话：前晚10点几喺尖沙咀弥敦道近金马伦道嗰度截的士。暴力王啊！我最常讲唔系一岁姓姚嘅司机即刻落车门，点知就勒庆咗佢啦。佢踩车门，将水钵整断都不得止，仲行到右边车头，用袋嘢打烂挡风玻璃。司机即刻落车同佢拗，点知报警啊！报咗警啊！佢打烂我部车啊！打你咩啊？你拒绝啊？边个拒绝你啊？警员接报到场，将醉酒佬制服。佢同司机都轻伤要送院，醉酒佬就涉嫌行为伤人，被人拉咗了。